心中你的最后不是我，你的寄托不是我，你只是路过。既然你的温柔躲不过，我的爱已不能救，我何不洒脱？在我心中你的一切不是梦，你的蹉跎都是我痛。相公，我们真的要进去吗？这是秦公公他舅舅的地，一般的官兵不会随随便便来骚扰。小姐，打开门。哎，说常来，熟得跟家里似的。这样吧，我上去给你找个地方歇歇。我先上去。是你杀死的，就算有鬼魂，是那鬼魂要怕你才对呀。可是我怕他来找相公麻烦。我执掌顺天府以来，那些鱼肉乡里的地方恶霸，我总共斩了七个人。就算他张子奎要找我，也轮不到他。我说，秦公公的舅舅，你算起来也是我的长辈啊。您真的不是我杀的，杀你的另有其人。相信您要是有鬼魂在的话，一定不会来找我麻烦的吧？拜托拜托，要找找别人啊，拜托。鬼在哪？鬼在哪里？那边，你过去瞧瞧。杀了鬼！杀了，嫂子，你一定吓坏了吧？我被你吓死了。无路用，你无听人讲，鬼惊人是无代志，啊那人惊人是惊死人。对对对，人惊人惊死人。哎，大人，你们俩在上头待着，我下去给您看看有没有别的了啊。事儿，大人，我只不过摔了一跤罢了。你咋还想到小黑屋里了？谁画的这个？想不到四人这样的清官要被斩首，老天真是没长眼睛。对呀、叫大伙多留点神啊，肯定施大人说多掩护着他啊。对，哥，你为百姓出力，百姓没有忘记你。我不是施慕轩。
冤枉啊！我不是知不觉冤枉啊！我不是知不觉冤枉啊！冤枉啊！钦差大人有令，抓到逃犯司不全，就地斩首。走。秦公公，小红，这是你与钦差大人的得证吗？我没想到铁大人会一意孤行。你为了一己私仇，不惜煽动万岁爷让铁锤为钦差大人。好，现我哥被你害惨了，弄得满城腥风血雨，你就想袖手旁观吗？我也无法阻止钦差大臣了。你可以马上上五台山劝御驾回宫，收拾残局。我怎么去五台山？我哪有脸去见万岁爷？我的手，我的手，你的手受伤了。昨夜是你？不是我。我知道一定是你。难怪我觉得黄天霸的武功全变了，是你救了我哥跟嫂子。不，我不想救惠娘的，我只想救施大人呢。小姐啊，别看呐、啊，那铁拳他的行事风格我了解，必定是赶尽杀绝。大人，万一他们要是真找来这儿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哎，如今万岁爷在五台山，他又有尚方宝剑，就连太后来都阻止不了。相公，我出去自首吧。你还阁无了解，伊的目标都唔是你，伊的目标是我。你要替伊囝报仇。是啊，嫂子，你就算出去自首，也救不了施大人呢。对了，小姐。现在情势急迫，我一出去，只要碰到了捕头，可能就会人头落地。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可要好好的照顾惠娘。大人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您吉人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相公，都怪我不好。如果我不来找相公的话，相公就不会有杀身之祸了。你别这么说，你替我惹祸，但是你也可以救我。我手无缚鸡之力，如何救相公呢？今晚外面所有的官兵拢总在抓我，我这路行出去，人虽然认认，你认不认？相公的意思是，要我去找小红。小红这阵一定往那地里找人，阿爷个性较急，我惊伊出大事。好，我这就去找小红。嫂子，你要当心点啊。你放心，师爷，请帮我好好照顾大人。不，师爷，你陪惠娘去。相公，师爷他经验老道，万一碰上了什么事，他还可应付应付。可是，你一个人，我放心不下。我不要紧，弟弟。不是，嫂子，赶紧走吧。相公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谢谢你。四十外啊，唔捌娶某，娶一个来日咯，小欠一个都无法度。来，来，辛苦嫂子，府衙贴的告示我全看过了，上头没你的画像，他们认不出你来的。人海茫茫，到哪去找小红姑娘？反正府衙咱们是回不去了。我看他们八成也在街上找施大人，咱们到前头碰碰运气吧。京城这么大，要找施大人根本就是大海捞针嘛。现在就有个办法，杀了铁贤。哎，小红，你疯了！铁贤是钦差大臣，杀了他那可是犯了欺君大罪。我过不了那么多了，只有救我哥要紧。反正万岁爷不在，谁也阻止不了铁贤。只有杀了他，才能挽救这场危机。欺君大罪，满门抄斩。就算你救了施大人，施大人还是要被你连累，还是难逃一死的。那是以后的事情，现在就先杀了那个狗官再说。
哎呀，小红，小红，小红姑娘。慢着，嫂子，我看他们好像有点不大对头，咱们边上先看看。小红，哎呀，小红，你冷静一点嘛。我不好意思，我哥哥要死了。你这么跟着鲁莽行事，可能把事态给扩大的。我不会再听你的话。你跟景玄是同伙的吗？我搬家上学大了。哎，小红，你不要去，不要去！哎，放开我！哎呀，不行啊，我不能放嘛！你放开我！我不能让你去嘛！放开我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怎么可以呢？秦公公怎么可以抓着小红姑娘呢？哎呀，我说这秦大飞真是的，知道小红要救施大人，就先下手抓了他。放开我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怎么可以呢？跟你拼了！秦公公把小红打昏了。师爷，快去救小红姑娘啊！哎呀，不行啊，嫂子，那秦公的武功连小红打不过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还不去白白送死？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我说这也怪了，以往他们两个好得跟姐妹似的，这回不是怎么搞的？怎么回事啊？我要是不杀张子科就好了。为了我，秦公公才恨你。我只顾着报私仇，却害了相公跟小红。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嫂子，你就别自责了呗。要是没有小红的话，谁来保护相公？万一官兵找到了古董店，师爷，您不是常说您足智多谋吗？您快想法子。是啊，嫂子，我平常是挺足智多谋的，可这会儿我脑袋瓜就不灵了。我要回去陪相公，至少可以在他被杀的时候陪他一块死。嫂子，师爷，这件事与你无关，犯不着送上你的命来，你还是快走吧。师爷，留着一条命在，将来好像皇上告御状呢。嫂子，这师爷，你自己保重。嫂子，施世伦怎么会成为钦犯？姑娘，请留步。大爷，如果您想问路，我有急事，恕我失陪。不是，姑娘，我是问这布告上，姑娘是否知道？这施大人为何一夕之间成了逃犯？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施大人他……他怎么了？施世伦，施世伦在哪里？小子，你少给我装蒜，你不就是施世伦吗？我，我抓起来。你们抓错人了！放手！你们眼睛全瞎了？这布告上的人跟我长得像吗？让开！我说你是你就是，带走！慢着！你们是哪个衙门派来的？老弟，看你身上的衣服挺光鲜的，家里一定很有钱吧？家里？家里的钱？多着你们数不清了。叫你家里的人送个100两银子过来，就不是施世伦，明白吗？哦，弄了半天你们是借机敛财，好大的胆子啊！哼，老子我今天抓了8个施世伦，全都关在这个庙里，3个不肯给钱，脑袋全掉了。小子，你罩子给我放亮！光天化日，天子脚下，你们竟敢如此胡作非为！把他给我抓进去，老子我先卸他一条胳膊。你敢？住手！你敢叫我住手，老子我把你当成李慧娘抓起来。我就是李慧娘。我就是杀人凶手李慧娘，我可以作证。
这位大爷根本就不是施世伦。你敢承认你是李慧娘？你知道我马上就要正法吗？我知道。难道你不怕死？我怕死，可是我不能看着一个无辜的人为了我相公而送命。你相公？不错，施世伦就是我相公。世上没有女人不认得自己丈夫的。你想掩护自己的丈夫，当然可以否认。来啊，把两个都给我抓起来。这个女的还可以卖个好价钱。这张子奎哈，实在有够好修长，什么死骨头伊都有，连这徐文长的信封伊也有啊。哎，是不是这儿啊？哎，对对对，哎，没错了，哎、就是这间屋里面了。大人，是我贾青天呐。门口乞丐，哎，进去再说吧。哎，那大伙儿坐坐坐坐坐坐。哎，对了，李国的陛下吧？哎呦，大人，我哪有陛下那慢呢？我这可是每个乞丐花十文钱请来的。待会儿官兵不是要来这儿吗？我叫这些个乞丐啊，特别弄得脏兮兮的堵在这门口。待会儿官兵看了他们这么脏，肯定不想进来。你这要做啥？戆人想戆话。啊，压低头去跟人换地道了。是大人，你在称赞我是吧？啊，青菜了，青菜了。好好，青菜，青菜。你说那间古董店在哪？在孺子街。施世伦可是一个人在那里，不然让铁拳人先找到他们，姑娘带路。好的。怎么还没抓到施不全呢？我们收了日，城里家家户都收过。难道说这施不全会遁地不成？所有寺庙、客栈、茶楼也都收了。嗯，那还有什么可疑之处没有收到呢？就连藏死人的衣装也都收了。死人的地方，嗯，这些乞丐，平常都是在人多的地方乞讨，这奇怪了啊！怎么会单独的聚集一个死人家的门口聚的？大人，这店，这个要收。大人，这是秦公公舅舅的店，不能收啊。我想施慕全已经料到这一点，可是秦公公在我们掌握之中啊，怕什么？走。是。走。人呢？从屋里跑了，但是莫家找了一封施世伦给大人的信。大人，大人，你快给我抓，把施不全抓了，我要碎尸万段。是，走。施不全，哈哈哈。那徐文堂是明朝最调皮捣蛋的大才子，也最爱整人了、啊。想不到那张子奎什么都有，连他的信封他都收藏。哎，大人，您开心过了这会儿，你该烦恼了。哎，怎么说啊？哎，大人，都怪我呀，弄了一帮子乞丐到古董店去，这下好了，古董店也不能待了。你看，咱们该躲哪去啊？你刚刚说小红到哪去了？让秦大飞给抓走了。那我们就去找秦公公啊。那怎么行？这自投罗网啊！不，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啊！那铁拳万万想不到，我们敢去找那秦大悲啊！可是秦大悲他啊，我跟他共事那么久了，还不了解啊？那是从前呢，现在不一样了。自从他舅舅让人杀了之后，他像疯狗一样乱咬人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是个正人君子，他不是铁拳呐、啊。走，啊，哎。相公，相公，相公，
我家相公不见了，不知会不会。放心，施世伦是大清第一才子，那些个官兵哪捉得到他呀。你认识我相公？天下有谁不认识他？不过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并未成亲啊。这门亲事把他给害惨了。你就是在这儿杀了张子怀的？你怎么知道？这件案子轰动整个京城，有谁不知道？我不该报仇，我不该报仇。如果我不报仇的话，今天我就可以跟相公平平安安的在一起。若是老天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还会杀张子奎吗？给我十次机会，我都要杀掉他。一切都被鳌拜所控制，你家的血案都是鳌拜一手造成的。当年皇上年幼，那现在呢？现在皇上长大成人，为什么皇上为我家平反昭雪呢？皇上也是有心要查明此案，所以才派了钦差大臣。皇上委派铁大人任钦差，但是铁大人公报私仇，想害施大人，搞得京城鸡犬不宁。试问皇上是不是有眼无珠呢？姑娘，你不能骂皇上。施大人为大清鞠躬尽瘁，但是皇上却不相信，这样的皇上还不该骂吗？因为死的是秦公公的舅舅，所以皇上就相信了秦公公。皇上，您这么做能问心无愧吗？这难道大清国没了施不全这个人，却剩下像铁贤那样贪得无厌的人，皇上您就会开心吗？姑娘，皇上他知错了。哼，他躲到五台山逍遥自在去了。混剧，我要是有把刀的话。你想杀皇上？我会交给相公，我会叫相公效法为僧，不要再为那个昏君卖命了。姑娘，
皇上他不是昏君，他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你留在此地，不要离开，我去找施世伦来见你。施小红进来，我就知道了。啊，那你想怎么做呢？我要施小红的人头。啊！我接到五台山飞鸽传书，说万岁爷失踪了。啊！万岁爷失踪了。万岁爷喜欢为夫私访，我要在万岁爷回宫之前除掉那十不全。那这么说，你是要拿施小红的人头去诱捕施世伦了？公公，你不要忘了，令旧的档案还在我的手中。这个大事要是给万岁爷知道了，你就是身败名裂了。他当人质还不是一样吗？干嘛一定要杀了他呢？石小红，武功还不错，我不得不防着他。铁大人，我知道石世伦的藏身之处。我跟贾青天约在茶楼见面，他一定跟施世伦在一起，我带铁大人去找他。小红就暂且先不要杀啊。跟我带路吧，铁大人，请。则为利啊！秦公公为了其舅之名，我可以给你利，只要你……你别说了，铁大人，我是不会为了区区几两银子就出卖施大人的。我可以保荐你当两江总督啊！啊，两江总督，这可是个匪缺，可以享尽了荣华富贵。我说得到，我就做得到。这，石不全呢？回大人，石大人他这会儿上张子奎的古董店去了。胡说！屋子我搜遍了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我没胡说呀，石大人他这人特聪明，他说铁大人去搜过一回的地方，绝对不会去搜第二回。进来给我搜。张师爷，你要是敢骗我，哼！大人，我怎么会骗您呢？待会儿就下来了。启禀大人。楼上没人。哦，
来啊，歇掉一条胳膊。是。哎，慢着。哎，大人，这真的在这儿吗？不行，你瞧那边。给我搜。是。里头有个女的，去。贾青天，你这个叛徒！嫂子，我不是啊，我。李慧娘，石木泉到底在哪里？他走了，你永远休想抓到他。铁大人，慧娘在此，想必施世伦也在此。那刀很利的，千万别伤了嫂子。少啰嗦，再别去。石不全，你听清楚，你要是再不出来，李慧娘的头就要变成无头的女鬼了。石不全，你听清楚了，你要是再不出来，李慧娘的头就要变成无头的女鬼了。相公，不要听他胡说。石不全，你难道你连你老婆都不要了吗？你果然出现了。相公，大人，你要的是我。放了他，我就对不起秦公公了。相公要死的话，我就陪他一起死。嗯，好，那我就成全你们夫妻了。铁蛋，死可恶！你要为此报仇，我死在你手中，绝无怨言。石不全，你知道。我等待今天的日子已经整整等了10年，这10年来，我每日每夜都想到报仇。你要找的人是，你要报仇你就找我，你为何要杀害那安心安大人？他可以证明张子奎诬告，他也可以保得住李慧娘。保住了李慧娘，也就是保住了我。所以你要杀人灭口。不错，为了报仇，谁阻挡我，谁就得死。你为了报仇，命人绑架小翠。威胁慧娘在公堂之上承认我是主谋，你这样已经触犯了律法，羞辱钦差的身份了。律法是我手上的工具。万岁爷任你为钦差是要你公正的审讯，你竟然杀害证人，绑架人质，制造冤案，你对得起万岁爷吗？哈哈哈。这些年来，皇上对你这么样的宠幸，我早就满腔怒火。如此的昏勋，我干嘛要对得起他？孩子，爹替你报仇了。儿子，刚才你所说的话，朕是听得一清二楚。原来都是你们串通好的。铁大人，您的部下已经押入大牢了，他已经将事情全盘招供。是，我说。
难道您真以为我会为了那点荣华富贵出卖王爷？铁大人，万岁爷遇到了惠娘，明白真相之后去找秦公公，正巧我跟蒋师爷赶到。没错，其实这一切都是施大人安排的局。铁大人，您跟施大人比还差了一截。现在外面都是大名高手，你的亲信已经全部被缴械了。铁玄呢？你辜负了朕对你的信任。皇上，铁大人他为子报仇，其情可悯，民女请皇上宽恕他一次。哎，嫂子，难道你忘了他给你用大刑的时候？每个人都会犯错的，给他个机会改过自新。相公你说呢？请万岁爷殿读。大伯你说呢？是恕还是斩？不要你们怜悯我，不要你们怜悯我。爹来找你了，铁大人。万岁爷，这是当年泉州府民事案的党册。大伯舅舅的确是当年陷害李家的告密者。我舅舅夺得李家王维画像，献给了顺治爷，大伯才有净身之地。大伯惭愧，请万岁爷治罪。当年你还是个孩子，一切都是令舅所为，朕岂能怪你啊？大伯无言，再任大内总管。大伯，你勇于认错，心胸坦荡，这才是大内总管的本色。朕要赏赐你。赏赐？万岁爷，奴才犯了错，您不但不罚，怎么还要赏赐呢？起来吧，这幅画朕就赏给你。这是王维画的佛像。这佛像不是当年陪董鄂妃陪葬火化了吗？朕到五台山找顺治爷的时候，才发现顺治爷并未将王维所画的佛像火化，而是一直供奉在山寺之中啊。这上面的确有李梦石的收藏印。哦天哪，我差点铸成大错了。大伯一时糊涂，请施大人恕罪。公公，别这么说啊！要不是公公在暗中相助，这案子恐怕没有那么快就破。公公还真是功不可没啊！多谢施大人。小姐，小姐，施大人都宽恕我了，怎么你还不肯呢？
你得罪我，我无所谓。可是你得罪我嫂子，我可是没法原谅你啊。这会儿你别叫我小贾了，叫老贾也没用。贾师爷教训得对。好了，小贾，这公公会把王维的佛像还给惠娘，表示他也是诚心啊。大人说的是，公公，咱朋友也不好交代。那我看这样吧，不如你跟我嫂子磕十八个响头，这样我就原谅你啊。小姐，我诚心给你赔不是，你倒整我冤枉，你真是太过分了，你。哥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阿祥啊，你怕好呀，搁那嘿嘿叫。不是啦，是。是嫂子她走了。她拿了封信，我寄给她。走了，真的走了。以后没了嫂子，那又怎么活啊？我说贾师爷，嫂子走了，是我哥活不下去，该你屁事儿。对啊，我就是说，你哥以后怎么活下去啊？相公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如此叫你了。我带小翠去看叶天士，正好小翠之后，我会带她到泉州去。皇上恕我无罪，但我毕竟是女人，顺天府尹的夫人，乃朝廷命妇，不应该是个杀人的女人。我走了，永远都不会再回来。无论惠娘走到哪，都忘不了相公，忘不了小姑，也忘不了可爱的小家。这嫂子心里头提了你，提了小红，还提到我呢，说我好可爱呢。嫂子真是重情重义啊，看了好窝心啊。惠娘没提到我。他一定还在恨我。公公，你别急啊，他还是有提到你啊。要不要听听？那王维的佛像，请还给秦公公。我杀了他舅舅，请他宽恕我。惠娘都提到我了，他原谅我。舅舅，这是您生前最喜欢的王维画的佛像，这回万岁爷已经把它赏赐给我了，大悲舅舅把它供奉给您，希望您在天之灵好好的鉴赏。公公还真孝顺。哎哎，就是来来来来来，小贾，哪儿找来这么多姑娘来这干什么的？嫂子走了，当然要替大人再找一个好嫂子了。的确是应该，没错没错。哎，姑娘们别害臊啊，好好跟大人聊聊，说不定其中一位就是将来的知府夫人啊。尽力了，哎，我看这辈子您要成亲难了。只要公公一成亲，我就成亲，那更难了。Oh,